这个是没有根的，两个颜色。那我们要是把它种在这个盆子里呢，先把土松一松。这个里面有盘龙参，也有太阳花，还有细叶兰花参，有很多植物的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怕太阳光，只好就种一颗像这样的能长高的植物，我们就把它这样放在里面，这就可以了，压在下面。看，这就一只完成了，这一只。然后这一颗呢，它是没有根的，这颗它没有根，那我们就，因为它是两个颜色的，我们就放在这个地方插枝插下去就行了，先插到底下。好嘞，只要这样就完成了两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时候我们就给它喷一些水。